秀秀，你有点发烧哎，一定是你昨天晚上太累了，着凉了。是我自己不好，可能是昨天烫了衣服之后去洗澡，受了凉。秀秀，你起来穿衣服，我带你去看医生。我好不舒服，我起不来。那怎么办？我去请个医生到家里来替你看看。不用了，你去上班，不要管我了。这怎么可以呢？一平，我再休息一会儿就会好的，你帮我到学校去请假一天，我再睡一睡，等我睡饱以后如果还有点发烧，我自己会去看医生的。可是一平，担心了，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好的。那我去上班了，在家好好休息，别忘了帮我向学校请假。嗯。一平，对不起，不能给你做早餐，你自己去喝一碗豆浆，也给妈妈带一碗回来。妈，嫂，秀秀今天为什么不起来做早饭呢？妈，秀秀病了。什么？病了？妈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病了，秀秀只是有点发烧。有点不舒服，她就不起来了。哦，是我要她多休息休息的，待会我要打电话去她学校，帮她请假。怎么叫鬼，一点苦都不能吃。当初你跟他做朋友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他这么没有用啊。我妈，我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哼，妈，我走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，我有点不舒服。一平刚刚跟我说了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累病了？不，妈，昨天晚上我只不过是烫了几件衣服，我一点都不累，是我自己不小心着了凉。妈，是我自己不好。我怕一平怪我，是我让你做事把你累病了。不，妈，我告诉一平，是我自己不好。嗯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啊？不用了，妈，我只要多喝点开水，多休息就会好的。嗯，那你好好睡吧，不过要觉得稍微好一点，还是起来活动活动，那样会好得快一点啊。是，妈。刘妈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董董啊，你嫌我们家不干净啊？怎么会呢？嗯，那你是讨厌我跟你刘伯伯咯？刘妈妈，我这回是专程来看您的。哎，董董，既然你是专程来，那就多住几天嘛。哎，刘伯伯，我真的是因为公事太忙，所以一定要赶回去。这样，我下回有空的时候一定来多住几天。妈，大哥真的忙，你就不要留他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我不留我不留。哎，不过东东啊，你不能骗我，下次来的时候啊要多住几天哦。好，刘妈妈，一定好。哎，蹦蹦了，
你有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给东东带回去呀？我现在就到阿廖去抓几束又大又肥的阿竹给东东带回去吃。刘伯伯，不用麻烦了。哎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到阿廖去呀，只要伸手一抓就好几株哦。爸爸，不用了啦。佩佩，东东是你的大哥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小气呢？爸爸，不是我小气了，大哥要坐中兴号回台北，他不能带鸭子上车，弄得一车厢都是鸭屎味道，别的乘客会讨厌的。刘伯伯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刘妈妈，您多保重，我走了。来，给我，佩佩，你不要送了，我自己走。大哥，老实说，我也真希望你能够多住几天。我真的很忙，以后我一定会再来。真的哦。嗯，台北有没有什么事儿要哥哥帮你做？帮我问候大姐。妈，我找到工作了。真的？老板有没有看过你的资料？看过。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要忘掉过去，好好的工作。好，好，锦素，你可要争气，再苦都要熬下去，一定要熬出头，才不会辜负秀秀帮助我们的一片苦心，知道吗？嗯。你确实看过没有？哦，好，好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妈咪啊，咖啡来了。哎，糖也放了，奶精也放好了，你喝一口尝尝嘛，不够甜的话再加糖好了。我刚刚打电话到秀秀学校去，他今天没去学校。哦，哎，不会吧，秀秀的课程表我背得很熟，他哪天有几堂课我都清清楚楚，今天有课一定在学校。我也是这么想啊，可是学校里边那个黄老师说确确实实没看见他，而且说好像他请假一天。请假？哼，秀秀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，只要有课他绝不会请假。哦，妈咪啊，你是不相信我的话？我相信，可是秀秀确实是没有到学校去，这除非是他去不了学校所以才请假的。对呀、啊、难道秀秀真的生病还是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妈咪啊，你不要吓唬我。我打电话到江家去问一问。喂，请问是江公馆吗？请问你找谁呀、啊？哦，我是秀秀的奶奶，请问你是不是亲家母啊？我是。你好啊，亲家母。你好。好，亲家母啊，请问你秀秀是不是在家？是，她在家。哦。哦，请问亲家母，秀秀今天为什么没有到学校去啊？他有点不舒服。啊，他生病了，严重不严重啊？我问过他，他自己说不碍事的，只要多喝点水，好好休息休息就行了。哦，秀秀可能现在睡着了，如果亲家母想跟他说话，我去叫他。哦，不用了不用了，让他睡吧。谢谢你啊，亲家母。不客气，好，再见。怎么样，秀秀真的生病了？听她婆婆的口气，只是一点不舒服，可是
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秀秀一定会硬撑着去上课的，绝对不会请假的。是啊，我要到江家去看看秀秀。好，我们走。你不要去了。为什么？秀秀也是我的孙女啊。话是不错，秀秀现在长大了，万一我问她有些事情有你在，她不方便说啊。哎，可是Daddy， 你在家里等我的消息好不好？好吧。亲家母，请坐。别客气，谢谢。我没想到亲家母这么快就赶到我们家来了，刚才您在电话里头也没有说一声。我是放下电话以后才决定来的。亲家母是不放心我会好好照顾秀秀。这倒不至于，我只不过是想看看秀秀。秀秀嫁到我们江家就是我们江家的人，为了她一点点的不舒服劳动亲家母的大驾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亲家母千万不要这么说，秀秀虽然已经是江家的人了，可是谁也不能否认她还是我的孙女儿啊。我关心秀秀，谁也不能干涉。亲家母，我要去看看秀秀。她在房里睡觉，您请便。秀秀，你在发高烧，额头好烫啊，至少有40度。啊，奶奶，刚才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和爷爷奶奶坐船出海去玩，风浪好大，颠得我头都昏了。我连爷爷奶奶的脸都快看不清了，我以为我就要离开爷爷奶奶，再也看不见爷爷奶奶了。你看你发烧的烧迷糊了。奶奶，看到你我好高兴。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呢？哎，有病就得去看医生，你要是没有力气起来，奶奶就打电话叫救护车了。没那么严重呢，奶奶，我只是有点着凉而已。秀秀，你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你是怎么病的。亲家，我家秀秀做点家事这也不为过呀。做家事秀秀是应该做的，不过也不能够让他做到半夜啊。他自己分内的事情他当然应该把它做完，难道还让我替他做吗？秀秀在没有嫁过来以前，我们家里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做，再累做得再多也没有像这样的病过啊。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有病的，你不能把秀秀的病推在我的头上，除非你存心找我吵架。亲家母，我不是一个无理取闹的人，我更不是存心来找你吵架的。亲家母，秀秀发烧烧得那么高，你任由她一人躺在屋子里边不闻不问的，万一她的病情严重了，造成了不可挽救的遗憾，我看你怎么办。秀秀的病没有那么严重，你不要想吓唬我。我请问你，如果你亲生的女儿嫁到婆家去，也遭受到跟秀秀一样的待遇，你怎么想？你口口声声地说你的家规严，
那我再问你，你会不会用对待秀秀的家规来对待你自个儿的女儿呢？亲家母，如果秀秀的母亲还在世的话，看见你对待秀秀的这种情形，一定呢比我还要气愤。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没有错。你，亲家母，我只是求求你，以后对秀秀好一点，可以不可以？我对秀秀很好。你简直无法理论。既然你这样子不讲道理，我也对你不客气了。你想怎么样呢？怎么样？我带秀秀走。什么？江妈妈这么不讲理啊？好好好，奶奶，你做得对。嗯，我知道他们家，我待会儿就来。好好，待会儿见。胖叔叔，哎，妈，妈，胖叔叔，胖叔叔，胖叔叔，江一平他妈妈虐待大姐，害大姐发烧到40度，然后他们也不管大姐，幸亏奶奶去他们家看大姐，要不然大姐死在床上，他们都不会管。婉婉，不要乱说话。我说的是真的，梁奶奶已经在江家了，她很生气，她说一定要把大姐接回家。婉婉，秀秀真的病得那么重啊？是啊，这种事情我还能骗胖叔叔吗？我要赶到江家去，要是大姐发烧过度，烧坏了脑子，变成白痴的话，我就让那个老巫婆好看。婉婉，她是你大姐的婆婆，你可不能乱来哦。我才不管呢，谁叫她欺负我大姐。哎，婉婉，你这样反而害了秀秀。胖叔叔，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大姐病死在江家？婉婉，你别急，你先去看看秀秀。江家的事情，我们以后慢慢再谈。其实，我也不忍心看着秀秀被欺负。如果真的有这种事情，我会带着你去找秀秀的婆婆。好嘛，那我现在先去看看大姐，总可以吧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妈，你刚从店里回来，还是休息休息，陪陪胖叔叔。你放心，我会听你的话，不会乱来的。好吧，那你就赶快去吧，有什么事情打电话回来。冰冰，你在想什么？妈，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？当然可以啊。我在机车行修车，只上了几天工，他为什么肯预支工钱给我？你不是说老板很赏识你吗？但是我的酬劳是论天计算的，每个月加起来最多只有4000块。我要去竹山的时候，向老板借钱，他没有说第二句话，就拿了10000块钱借给我。那你们老板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好的老板。妈，请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拿了钱，存到老板那里，要他转交给我的？没有啊。你骗我。妈，求求你告诉我妈。冰冰，那是你自己用血汗赚来的钱，为什么要怀疑自己的能力呢？怎么回事啊？妈，没有啊。哦，冰冰呐，弯弯的妈妈打电话来了，说秀秀病了，她奶奶把她接回家去了。奶奶，我大姐出了什么事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弯弯的妈妈告诉我啊，听说她婆婆对她不好，半夜还要逼着秀秀做事情，结果呀，太累了又受了凉，秀秀就病倒了。奶奶，妈，我要去看大姐。
我已经让小吴准备车子送你过去。老奶奶，车子准备好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多多，爸。多多，刚才啊，弯弯的妈打电话来，说秀秀生病了，她奶奶把她接到家里去了。听说啊，是她婆婆对她不好，害秀秀生病的。妈爸，那我现在去看我大姐。爸妈，我走了。哎，自己的媳妇儿怎么舍得虐待呀？是吗？我真是想不通，秀秀她婆婆的心里是怎么想的。妈，妈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我的心脏又不舒服。妈，谁给你气受了？怎么会不舒服呢？秀秀，她奶奶，还有她妹妹弯弯，把秀秀。姐走了，秀秀走了，为什么呢？秀秀她奶奶，还有弯弯，她妹妹，硬说我虐待秀秀。妈，您先平平气，我扶您进房里休息，让黄大夫来给您打一针，然后。我再去把秀秀接回来。婉婉，刚刚护士小姐怎么说？他说还有39度。哎，要是一直不退烧怎么办？那大姐就算醒过来也变成白痴了。婉婉，不要乱讲话。大哥，我说的是事实嘛。哎，你们不要急嘛，医生说秀秀是感冒发烧，因为她疲劳过度，身体比较弱一点，恢复得比较慢，只要耐心的等，秀秀会好的了。你看秀秀苍白的脸，这都得怪你。都怪我？你应该认清江一平的妈妈是怎么样的人之后，再决定把秀秀嫁过去。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我就跟你说过，不要让秀秀嫁给江一平。你为什么反对呢？如果你不反对的话，秀秀也就不要受这么多的委屈了。妈咪，现在谈这些未免太多余了吧。看到秀秀这样，我难过，我忍不住，我非说不可。哎呀，妈咪，秀秀这个事是个大事，我们急也没有用，只有等秀秀病好了以后研究研究，看看怎么样能够让秀秀的婆婆态度能够改善一下。梁奶奶，梁爷爷说的不错，梁奶奶就忍一忍吧。大姐醒了。大姐。大姐。秀秀。
爷爷，奶奶，我在什么地方？东东，冰冰，弯弯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大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好多了。大姐，我跟奶奶送你到医院去的时候，你一直在说梦话。哎，嗯，现在几点了？大姐，你问时间干什么？一平该下班了，我要回去做晚饭。秀秀，哎呀，你的病还没好，别管那些事了啊。爷爷，我好多了，我真的该回去了。快躺下，快躺下。你怎么回去嘛？你看你还在打点滴呢。我和梁奶奶抱大姐上床的时候啊，梁奶奶悄悄告诉我的耶。当时我听了我就乐了耶。哼，我们非逼到江妈妈无条件投降为止。对，她怎么欺负大姐我们就怎么还她。汉谟拉比法典上强调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冰冰，弯弯，你们觉得能替大姐出口气就很快乐吗？是啊，大哥，你难道不想为大姐出这口怨气啊？就算有人替大姐出了这口怨气，我也不会快乐。大哥，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大姐和姐夫的婚姻关系是长远的，如果因为你们一时的快乐而影响了他们长远的婚姻关系，我觉得是得不偿失。大哥，你也赞成梁爷爷的说法，送大姐回江家？对，我们一定要先送大姐回江家，才能够慢慢的化解大姐和江妈妈之间的误会。那大姐不是白白吃亏了？冰冰，你有没有听人家说过，吃亏就是占便宜？那些话只能说说，实际上半点都没有用。谁说没用？我亲口说的啊。大哥，要是每个人都把吃亏当成占便宜，那法院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不肯吃亏的案件？你又怎么会那么忙呢？弯弯，你永远有一堆歪理。唐叔叔，你对大哥偏心了。胡说呀，天底下的人都知道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弯弯。人人都知道，我对你弯弯才最偏心。胖叔叔，你赞成梁奶奶还是梁爷爷的做法？这个梁爷爷明理，梁奶奶也理直气壮，这个得让我好好的想想，我赞成哪一个。周阿姨，你呢？我想梁爷爷梁奶奶都对，我只为秀秀叫屈，我觉得秀秀好可怜。我对你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感情，每当我知道有谁受到了委屈，我心里就特别觉得老天不公平。从小你们就遇上了不该遇上的生离死别，从小你们就尝尽了人间的苦难。幸好你们都坚强的成长，强壮。现在我真觉得，不该再有任何的苦难降临在你们身上。但求老天有眼，今后不要再折磨你们了。
你累了吧，去睡吧。你看走眼了，爹地。我不累，我心情不好，所以看上去我很累。既然你不累，咱们俩好好谈谈。谈什么？当然是秀秀的问题了。我又没有折磨秀秀，你应该去找秀秀的婆婆谈谈。妈咪，我们两个要先有一致的决定，我才能去找秀秀的婆婆谈呢，对不对？你是反对我接秀秀回来？你今天把秀秀带回家来，我绝不反对。可是我们不能真的一直就把秀秀留在家里，她是江家的媳妇。不管她是谁家的媳妇，她终归是我们的孙女。我同意你的说法，我不赞同你的做法。我们应该啊，把秀秀送回江家去，我们再找怡萍的妈妈，慢慢的、很温和的来解决这件事情。你现在把她带回来，这个问题就很尖锐。哎，想了很久，简直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。这件事情很容易处理。那你打算让我把秀秀再送回江家去？不，我不是要送秀秀回去，我是要秀秀的婆婆来我们家。你是让她来接秀秀回去？嗯，但是在接秀秀回去以前，我要她当着我们的面对秀秀抱歉，还得要保证以后善待秀秀，否则啊，我还是不准秀秀回去。妈咪，你以为秀秀的婆婆会依你的条件做吗？我坚持她必须这么做，否则一切免谈。哎，妈咪，中国人的习惯是把姻缘呢称作亲家，顾名思义呢就是有亲切之意。既然是亲家，就应该礼尚往来，亲切有加呀。你提出这种条件，这不是把亲家变成仇家了吗？我不管，是江家先折磨秀秀，是他们引起这场战争的。妈咪，我知道你很生气，我也很生气，不过你应该改变一下方式，明天先把秀秀送回去再说。不行，除非秀秀的婆婆依我的条件去做，否则我宁可让秀秀跟怡萍离婚。哎，来来来，董总，你先喝一杯解解愁。秀秀的事你不要发愁，好解决得很。对，就照梁奶奶的意思，叫秀秀的婆婆来先道歉，再发誓保证，这个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妈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了。东东啊，你是说秀秀的婆婆不肯到梁家去道歉？哎，这还不简单，只要派个人呐，去逼秀秀她婆婆到梁家去就行了。要是没人去办这种事，哎，我自告奋勇去，我去逼她婆婆去。对，她欺人太甚了，该受这个报应，我可以陪你爸爸一起去。妈，爸，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，那就是妨害自由了。啊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们还没去呢，儿子法官已经判了我们罪了。嗯，东东啊，照你这么说就没法治住秀秀的婆婆了。妈，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关键并不是在怎么样去对付江妈妈，而是要想个方法，怎么样才能够改变江妈妈心里面的想法。妈，您喝点茶，也许会好点的。唉，多少年都很好，今天可真是被秀月她娘家人把我气坏了。她奶奶一口咬定我折磨秀秀，她的心地太坏了，
是想欺负我们孤儿寡母的，他太看不起我们了。一平，从你爹一去世，我心里就有准备，我防着会有人欺负我，我防着别人看不起我。确实有一段日子我们很难，我翻出家里的旧书包拿去卖，买点米回来。我到火车站沿着铁轨捡煤渣子生火做饭，我再苦再累我不告诉别人，我不让别人看不起我，可是没有料到现在会遇上有人欺负我，他看不起我。一平，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，我真的咽不下这口气。妈，不要想那么多好不好？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我也苦了大半辈子，我能熬到现在也没受过别人的气。他依然决然地把秀秀带走，他以为我会哭着求他，他休想。我这一辈子从没向别人低过头，我现在更不会向他低头。休息，可是我睡不着。东东，不要急在一时，你再急今天晚上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好好的睡一觉，明天再说好不好？我记得小时候我舅妈常常欺负我妈妈，每当我妈妈受了委屈一个人在偷偷掉眼泪的时候，我就很恨我自己，恨我自己为什么那么小，为什么不能保护我妈妈。妈妈死了以后，大姐挑起了我们家的担子。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我就一再地告诫我自己，必须要成长，必须要坚强，我一定要保护我大姐，不要让她受别人的欺负。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姐的婚姻出问题。喂，找哪位啊？爷爷好，我是依萍。哈，依萍啊，你是在家吗？爷爷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一平啊，不要这么说，错不在你。爷爷，秀秀好点没有？哈，哎，好多了，在房里睡觉呢。我来跟他说，我来跟他说。哦、一平啊，你等一等啊，奶奶跟你说话啊。一平啊，奶奶。对不起，我不是你的错，是你妈妈不对。奶奶，我想来看看秀秀。这，哦，秀秀已经睡了，我看还是不要再打搅她，等过两天秀秀完全康复了，你妈妈那边的问题也解决了之后，你再来看秀秀好了。我，奶奶，我妈这边的问题
您觉得该怎么解决呢？我请你妈来，当着我跟爷爷的面向秀秀道歉，另外呢还要跟我们保证要善待秀秀。妈咪，这样不好吗？我在讲电话，你少啰嗦。怡萍啊，请你听清楚了就转告你的妈妈，我跟你爷爷呢随时都在家里恭候他。我不知道我妈会不会答应。如果她不答应，我们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妈咪，和气一点嘛。喂，一平，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？听清楚了。那你就早点休息吧。奶奶，再见。再见。妈咪，到现在我还是反对你这种做法。我已经做了，爹地，请你包涵，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。姐夫回家看不到秀秀，大概都快急疯了吧。他才不会呢。你怎么知道他不急呢？从我到大姐那一直到我离开，我姐夫都没露面。他要是真的关心我姐姐，哼，他早就应该赶到娘家去。这新婚夫妇一定恩爱的不得了，他没敢去一定是有原因的。哥，我猜啊，一定是江妈妈不准姐夫去看大姐。你懂什么？不要乱猜。哥，你才比我大几岁，你懂得又不比我多多少。哼，冰冰啊，你可别小看佳琪，她猜得很对哦。奶奶也相信是江妈妈不准姐夫去看姐姐。嗯，我听说呀，秀秀的婆婆脾气好犟哦，尤其她又在气头上，她一定不会让她儿子去看秀秀的。我大姐很孝顺，江妈妈不应该这样对待大姐。你就别气了，梁奶奶把秀秀留在梁家是对的，梁奶奶会替秀秀讨回公道。在为你大姐的事发愁啊。嗯，冰冰，奶奶都告诉我们了，不要愁，梁奶奶会替秀秀做主的。依萍她妈妈心底会有所警惕，秀秀以后不会再受罪了。可是大哥说他要送大姐回江家去。冰冰，有梁奶奶做主，东东也不能违背梁奶奶。冰冰，下次见到秀秀告诉秀秀一声，无论她需要我们为她做什么，她不用客气，尽管告诉我们。爸妈，谢谢你们。季欣，这有几件季荣喜欢穿的运动衣和夹克，麻烦你交给他。我这里也有季美的衣服，另外他的参考书和字典。这是季美最喜欢听的随身听，你千万别忘了交给她。王威，说呀，说呀。说嘛，说。季星，林律师跟我们说，这场官司你会输。我请的陈律师倒不是这么说的，他告诉我，我赢的机会多。他是骗你的。骗你的是你们的律师。季欣，如果你现在把季美和季荣还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对，林律师说，只要孩子回到我们的身边，我们就撤回告诉。季欣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
我很感激你们为我着想，可惜你们的要求我无法接受。季新，王伯伯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想看看季美和季荣。刚才是你们再三保证不打搅季美和季荣，我才让你们进来，现在郑伯伯不应该再提出这个要求。拜托拜托，你就让我们见见面嘛，见一面就好。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时候不早，你们请回吧。继续。休息吧，爷爷，我想回去了，我放心不下婆婆还有依萍。哈，依萍昨天晚上打过电话来了，可是你奶奶不准她来看你啊，还说让你婆婆来给你道歉，要保证啊对你好了以后才准他们接你回江家呢。奶奶真是太疼我了，要不她也不会提出这种条件。可是爷爷，我不能让婆婆接受这种条件，这样我会变成一个不孝顺的人。哈，你奶奶呀太冲动了，冲动得跟小孩似的，她还说呢让你跟依萍离婚呢。